Thank you.
玩一个和数字有关的游戏哟。哦，是什么游戏呢？什么数字游戏呀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啊。看我手中呢有几张纸片，那我要请小朋友呢每个人在上面写一个数字啊。首先我请鹏鹏小朋友，你在上面写一个数字好不好？是随意写吗？随意写，随便写。好，你写个数字吧。写一个数字，然后告诉我是几啊。随便写。写了个一呀。鹏鹏写了一个一，一马当先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也来写一个，写一个数字，随意写啊。好，他写的是二。哦，那小咕咚你能不能写个其他的数字呢？能。写一个相隔比较远的。我最喜欢的是七。七，小咕咚写了一个七啊。小咕咚写了一个七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红果果写一个，写一个八。大吉大利，数字八。哎，那我也来写一个。你写一个。我来写一个九。我写的是数字九。九。好，我把它呢放进一个信封里。哦。好。这是要干什么？接下来我就可以变我的魔术了。哦。我现在和这个信封啊有了这个心灵感应了。啊。这每张牌啊我都记得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我也能记住，不就是一二七八九？这个不算什么。神奇的在后面，别着急啊！我要念个咒语，乌拉乌拉 Q。好，我请一位小朋友抽一张牌出来，然后不要让我看见。我来猜一下这个数字是几啊？抽完了。好，不要告诉我啊！我来感应一下。啊！是数字八，对不对？哎，的确就是数字八。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赶快为红果果鼓鼓掌吧，小朋友。太棒了！哎，的确是，刚才这个牌是我洗的，而且它又转过身去了，却能猜出小朋友拿的这个数字。哎呀，我觉得真的是厉害呀！怎么样，小朋友想不想学这个魔术啊？想。在学这个魔术之前呢，我们要请出好朋友魔香乌拉拉，让他来告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吧。好，让我们大家一起说魔香魔香乌拉拉。我是魔香乌拉拉，我有神奇的魔法，材料都在这里呢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两张一样的信封、卡纸和笔。好，接下来呢就由我大魔术师红果果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啊。那刚才的魔术这个奥秘究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噔噔噔噔，就在这张信封上面。哦，有什么奥秘呢？对啊，我们先看一看这一面，打开来。哎，哎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我把它转过来。噔噔噔噔！这儿怎么还有一？还有一个口袋哦，里面呢有我事先准备好的数字啊，都是数字几？胖胖，你来看一看，都是数字几呢？全是数字八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刚才哦，你让我们拿的就是这一面的。对，就无论观众拿的哪一张，就永远是八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所以呢，编这个魔术的时候呢。小朋友呢要事先准备两个信封，然后呢哎要把它们粘在一起。那在做这个魔术之前呢，你要选择好你自己想要的数字。那我选择的是八，所以呢几张卡片上面呢哎我写的都是数字八，然后呢把它放进其中一个信封里放进去。好，把这面盖上。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变这个魔术了。首先呢要请对方来写下数字。好，绿泡泡写了一个六，然后呢等到我写的时候呢必须要写数字八。哦，记住了，一定要写，也就是和刚才准备好那些卡片上的数字是一样的啊，要一模一样的哦。数字八，我把这几张牌呢我就把它塞进这个空空的这个信封里，把它塞进去。好，然后呢我假装在里面啊，我要施魔法了，乌拉乌拉 Q， 就变成
变成了一个有魔力的信封。但是呢，让对方抽这个卡片的时候呢，我趁大家不注意把它翻了个个儿，翻过来。这样的话呢，对方无论抽的哪个牌呢，都是什么呀？数字几呀？肯定是八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永远是数字八。如果我再抽一张的话呢？还是数字八，不管你抽的是哪一张，每张牌都是数字八，结果都是数字八。好吧，小朋友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吗？只能抽一次、哦。好的，现在呢，请我们的小朋友抽出一张牌，然后呢，我先不要看啦。请小咕咚来猜一猜啊，学着刚才红果果的样子。好。好，抽好了吗？小咕咚来感应一下，是数字几？是不是数字七呢？是吗？小朋友拿起来看一看。拿起来，哒哒哒！哦，猜对了，来为自己鼓鼓掌。哒哒哒！小朋友们来帮忙，今天的魔术学会了，为自己拍拍手，为自己加加油，嘿嘿嘿！大家一起拍拍手，一起加加油。现场小朋友们都已经学会了，那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有没有学会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好，乌拉拉，我也学会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步，在变魔术之前，将两个一样的信封像这样粘在一起，然后把写有相同数字的卡片放在其中的一个信封里。第二步，让观众在空白卡片上写数字，同时自己写有事先放在信封里卡片的数字，然后把所有的数字卡片装在另一张信封里。第三步，偷偷地将信封反过来，让观众抽取事先准备好的数字卡片，这样你就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了。哇，太好了，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也学会了。是的，那接下来呢，又到了我们场外的小小魔术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魔术表演的时候了。好，赶快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棒小 Q。 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神奇，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容易，只要动手又动脑，只要你愿意，小小魔术师就是你。小魔术师王子航，今年七岁，来自吉林省。送出的智慧奖牌，恭喜你！再次恭喜这位小朋友。当然啦，我相信电视机前还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是的，你们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进行报名哦。说不定下一次来到我爱变魔术的就是电视机前的你了。嗯，好，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，一起说：乌拉乌拉变，我爱变魔术。我是大哥，嘿，我是魔二。大哥，魔二，大哥和魔二过马路。哎，快看魔二，我在顶球。哦，记住魔二。看我的。顶球。我是定球高手。哎，哦，太好了！传给我，传给我，传给我，传给我！让我来接。嗯，魔儿有情况。啊，小
情况，右情况，我快去看看。咦，小咕咚在干什么呢？嘿嘿嘿。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这样过马路怎么危险了？小朋友们，波尔来考考你，过马路的时候是要走人行横道线呢，还是直接过马路呢？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。哦，答对了，过马路就要走人行横道线。咕噜咕噜，过马路左右看，要走人行横道线。走啦，过马路了。停停停！怎么又停了？红灯的时候过马路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小朋友们，过马路的时候是应该绿灯亮的时候过马路呢，还是红灯亮的时候过马路呢？绿灯亮的时候才可以过马路。哦，太棒了，就是绿灯亮的时候才可以过马路。嘿嘿，咕噜咕噜咕噜，要不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先跑到对面吧。来，准备。停停停，太危险了。对对对，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小朋友们，道哥来考考你们，过马路时是应该专心过马路呢，还是追逐打闹过马路呢？应该专心过马路。对了，过马路时应该专心过马路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过马路的时候要走人行横道，绿灯亮的时候才能过马路，过马路的时候要专心，不要干别的，不要打闹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我是道哥，还有我，我是摩尔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你们都会玩了吗？
很高兴，小朋友们来信了，我们很高兴。咕咚信箱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。咕噜咕噜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咕咚。铃铃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铃铃。我能接电话、看视频、玩作品、织围脖。哦，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吧。喂，大家好，我叫王帅。我今年四岁了，我最喜欢看智慧树了。我刚刚看了红果果的魔术，好神奇呀！小朋友，你太棒了！我刚才还给爸爸妈妈变了呢。太好了，那小朋友，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学到更多的魔术哦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也参加你们的节目。再见。当中我们教大家变了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术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如果学会了，就把你们变魔术的过程当中拍摄下来的照片或者是 DV 寄给我们，凡是给我们写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为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，赶快行动起来吧。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？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。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，@华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，拍个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，寄信地址一定要记牢，要记牢哦。北京市10000038信箱，123信箱，智慧树栏目不动手，不动手，邮箱编码是10000038啦啦啦，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，快点来信吧，小朋友们再见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在明天的科学泡泡中，泡泡飞船里的小船员玩了一个非常好玩的科学游戏，你们想和我们一起玩吗？那就赶快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帮你们准备好材料，和我们一起探索其中的奥秘吧。哩哩啪啪哩啪啪哩哩哩。